Hello，各位朋友们，欢迎收看土城的游戏影片，我是光族土城，嘿嘿。然后呢，距离我们上一次的影片呢，已经过了快要……等一下，我看一下，哦，不好意思，距离上一部的影片已经过了两周了，嘿，两周了，就是2个星期了。那土城呢，最近都很忙啦，没办法拍新片了。原本是想要做个影片，说什么？最近土城呢，就是非常忙啦，可能要到6月多的时候会比较有时间去拍影片的。那最近这几个月就是非常忙啊，所以影片上传的频率就很低。然后刚才为什么跳掉了？啊，不管了。然后呢，土城原本是想要打算在我的破第100部影片的时候来拍新的单元啦。虽然我很多单元没拍完啦，不过大家都是尽可能的，就是帮忙看一看，然后支持一下，因为有些影片。我在想说，会在想到底要开这部影片的时候，还是这样子，会再思考一下。总之呢，到时候再看吧。到破第100部影片的时候，我就会拍个特别单元，就是我现在目前没玩过的系统游戏。那我们继续游戏吧。上一次呢，我们是在亚特兰提斯的那个什么冰洞那边，然后呢，我们要从那个冰洞里面继续探险。说实在，这里面很多遗迹都让我觉得超震撼、超帅气。好了，然后我们来哪里了？我们上一次把这个4个火莫名其妙的火柱点燃之后呢，就进来这里。然后呢，就是有距离的枪嘛，我还是不捡他的弹药效仿哦，马上补满。那这是什么枪？一样的吗？这也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就冲吧。哦，关起来了。又有宝物，里面嘛，里面有宝物，要玩解锁游戏了。哦，好麻烦哦，这个算是什么九方格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啊，叫什么方格的？这算还好解，还好解而已。不对。不对，要死了啦！难度提升有这么难吗？我玩的好难哦。这古代拼图不会给我破坏掉吗？我真想这样问。倒叙法，不对，然后那个要过来，我反正又闹死了啦。哦，OK 了。好，解锁喽！甩一块冰团可以开门的，厉害！所以玩这个游戏的害不是都没有害处啦，它还有很多益智型的情况下，靠腰团结一致，在喊屁哟！枪法太准了，一下打到我。谁叫这么痛啊？洗地哦，休假。哦，干！我被吸啊啦！我有手榴弹，我怕你啊！有毒太远了。啊！
神刀兵，那一个吧，我记得。出来！我刚讲什么子弹？没有吧？冲锋枪 MP38。轻一点吃子弹。照杀你，砍爆你的脑子。有人受伤吗？博士，你瞎了吗？我的脸部上，我的脸部中了一记散弹，你觉得我没事吗？这个叫要不要打掉啊？打掉了，看着碍眼。出来喽！选择指南针。哎，我救你们哎！不要这样防我。这个指南针是要靠呗，响啊！什么声音啊？呜噜噜噜的。它的指南针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弄得就是一个环扣啦。是啊，我看也知道啊。为什么不能这样过去呢？因为很好笑，就是我们过去的时候，看 ，Watch out， 上面写说，不行，我看不懂，什么东西开起来？这边有个那个什么东西啊，宝物啊，在那上面还在下面的，我不知道在，我不知道怎么上去拿。能解锁这个奇奇怪怪方格了。啊，对，他刚怎么用的？我想一二三哦，不行，我完全看不懂上面那个符号是干嘛的。是星座符号吗？不太像。第一个是大象。哦，我们就要转这个东西。下面是这边这个的，这是鳄鱼，但是是哪里雷阵呢？这是年历，这是手相，中间的话是那个我不知道什么生物，不好意思看不懂，战士吗？不是这个，这是鹰，好像不是这个。年历、大象跟豹吧，不是这个，鳄鱼，不知，好啊，就是它了。再来就是象，好，走开了，博士，点它，看起来安全了。是啊，安全了。然后这里缩进去，我没办法转动。然后枪，哎，干嘛？我安装子弹间会把枪收起来，搞屁哦！啊！好，没死，假货。去弄个技能点吧。等突破100部影片的时候，我就来拍别的影片。这是什么手枪？鲁格吗？先生，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弹孔。好一个洋娃娃的角色，随便啊，鲁格就鲁格了。升级技能喽，后坐力降低。耶、yeah, ，是是是，还不行，好，解锁更多的宝箱。基础耐力、生命值，我觉得增加生命值了。退出。为什么主角需要靠捡宝物才能升级能力啊？是某种特殊的技能吗？
捡宝物，然后让宝物的精华流失在，充分保存在自己身体里面那种感觉吗？你在开玩笑吗？到喝水作战，好奇心害死猫。James，你的乐观再让我觉得恶心，你们两个让我觉得更恶。干，好恐怖、啊！不要突然惨叫好不好？叫超大声的。看到上面吗？不行，上面已经变，上面已成物件，什么都看不到。中间笔记本又要看笔记本，什么东西？不好意思，我看不懂。好啊，在讲什么？然后讲，反正附近有宝藏，先去找。哦，不捡。按一推，我是怎么推的？请问一下，主角会念力吗？我怎么说这边会有玛雅的那个遗迹啊？这怎么看呢、啊？打掉吗？哎、欸，大哥，起立哦！出来啊！出来聊。冲炸毁了！靠腰，这是某种机关式的，要不然打出来才行啊！说话。哎、欸，其实骨骼还蛮好看的，说真的。哎、欸，这边不懂骨骼的朋友可以过来看一下，他这边应该有的部分还是有，然后为什么消失了？就是某种游戏公司不让大家体验看看所谓的真正死亡经历吗？我在讲什么话过后啊？又有哦，我们在上面呢，是吗？是的，没错，上面。四周晃一晃了，这些该捡的还是要捡一捡的。又来了，神奇的推东西法。为了要捡这些东西，我想在拍的过程当中，应该会跟那个什么东西啊，《绝伦时刻》一样，很老啊，很老旧的时间吧。要拍个差不多十几百部吧，什么要拍个21部吧，可能吧。因为我这边好捡宝藏，好解谜什么的，好看时间上传。今天的进度就先玩到一个下一个。记录点吧，出来啦！哎是，给我，哎呦，终于，我拿祭品了，祭品是要用来放在那个台子上面的，然后西郎，这个很像德国人吗？看起来像美军，美国人脸。我才不懂为什么这个尸体会在里面，这东西到底怎么放进来的？一整个诡异，而且为什么打头会喷血？这整个游戏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很诡异，非常的诡异。然后我的枪是子弹是满的吗？没有，我换散弹枪吗？散弹枪其实我游戏当中其实我不太喜欢使用散弹枪，它的准度其实很低，用冲锋枪比较好了，汤普森的。汤普松根本是像那个意大利黑手党用的那个换枪，哦怎样了？放上祭品，看来我们祭品被接受了，不是的，哦在这边，哦头痒，我抓一下，嗯，怎么了？哦，又开始玩反射游戏是吗？
急屁啊！我看一下，第一个是，这个的吗？哦，转不过去，要转方向才行。可以转高，转拉高度，这个在拉高度的。好，对，我不是不是，按错。第一个是这个嘛，第二个是有两片上下两片的，我这图片越看越像披萨，怎么会这样子？这边照完了，照另外一边那个，然后再照下面那个，所以要先转过去。然后再往下拉，是这个吗？应该是吧。啊，再往那边拉。哦，看天才啊，怎么样子？哎，没照到，那算了，等一下照。有东西躲在，有东西打在里面不出来，不行，手电筒光亮照不了那么远，这不是那个 LED 的电灯，好了，可以了，帮我们转到正确的方向，然后就升起来了。好好，我们先捡宝吧。冲傻了个灶，个灶，我都没东西，等会不会有东西？耶，发光，拜拜，结束了哈，结束了。为什么都拿年历啊？玛雅人没有其他的遗物了吗？把干回来，不行。这里是上面就有亮光的话，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从亮光下来找？这整个就是很诡异的游戏，有很庞大的画面跟不合逻辑的建筑设定。反正游戏嘛，逻辑性什么的随便了。只要大家玩得开心就爽啦。只是为什么里面还有植物？解释一下。又要枪战了，天哪！没有。我往哪里走？这边吗？连续几千里。哇，你怎么这么认为？哦，其实真的很漂亮，这感觉。只要画质再棒一，画质再好一点的话，就觉得真的很棒。这样的东西看起来混合世界各个地的建筑。人在哪里呀？是我跑太慢，还是在人中飞的？他们人到底哪里呀？我在该往哪里走啊？宝箱在前面对吧？这不是我的错对吧？我用看就知道了，那有东西跑出来了。我是要拿宝物的。为什么我刚才拿宝物上一堆金币？怎么回事？喂！我吓我吓一大跳。我刚以为上面都，我刚以为。上面的监视要把我刺穿呢、欸！他们到底跑哪里去啊？怎么跑那么快啊？完了，要枪战了！看这边，都帮我们设定好了。
岩壁屋。啊，人嘞？人都不见了，人真的都不见了，又出现了，可靠，要是鬼哦！像鬼了。首先，有亮光，我记得好像之前可以把他杀死过，那灰屁耶你。我记得好像几次要打，我记得对方很多次要打嘛。扫光了，好像再没有了。呀！像鬼耶，差点被碾成肉饼。对对，我觉得那边，我印象当中这边好像很危险，会摔死。直接走，直接走啊！呜呜呜，从那里跳下来。玩这游戏还可以害我被吓一跳。看到你了啦，这躲什么东西？躲什么东西？一刀一个，一来呀、啊，来呀、啊！我的神奇砍刀，五金百货买的，800块一支，削铁如泥、啊。是不是还有啊？哪里呀、啊？快点出来行不行？哦，总算结束了。我怎么结束还有枪声呢？靠，我还没结束、哦，摔死！主角其实好像摔不太会死、欸，随便了。Rollerball， 然后，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做什么呢？我们是要往这条路走吗？哎、欸，好像是，在这边有什么东西？看一下。哦，啊你个搞，哦，三小，哦，好好好，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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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哎呦，没撸到，像了。这个人没穿衣服，变态变态！冲，爽，谁来送？他就这样子被撞过来，然后嗝屁。哎，那是什么？哎，那是宝物。哦，那边要从那边过去。这个女生跟鬼魂一样哎。真的会把我吓死！这能走吗？哎，对，说整个我来干嘛？我来找宝物的，来找宝物的吗？为什么每次问写详一点、详细一点？放手工制品哦，这边最后要来的地方吗？那先不理他，我们先去取得宝物吧。那宝物我知道怎么走了，看过一次就懂了。神童、哦，我都忘记了，主角跳跃能力很低。
因为跳不过去，但却摔不下，摔不倒。那边要过的话，它主要地面上会那个会有那种陷坡的。这个会掉下去，我见着好像就这样直接走过来就，呜咕哀哉，嗨哟，好，拿到一个手工艺品了。接下来我们是要往上面去移动，然后这女生真的跟幽魂一样，我跑到哪里，她就跑哪里。我一看到，没看到她，她在后面用冲追过来。觉得跟讨债的一样。这里有宝物，问题是要怎么弄？是不是？这个吗？哦，好酷哦！有点晕呢，而且有点恐怖。有这么简单吗？好像就这么简单，然后再跳下来，再打他。这个女的手上拿的手枪跟她裤裆里面手枪完全不一样，然后这把枪我不知道什么枪，但有个烂的。首先第一点，它没有准心。你到底是要，就是我到底要打哪里？就是这把枪，我到底是要打哪里？他这个范围内都可以打得到。比如说，在远很远地方，我想爆他头，但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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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内我都打得到。所以我到底要打哪里？所以这把枪我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过。诶，我不换枪，OK。好了，宝物都拿完了，就直接赶快去那个吧。嘿嘿嘿，开我枪子。哦。哇，好像没事的，几条瓦龙。APC 超强啦、！APC 超猛的。喂，真 OK？ 真超恐怖的，跟妖怪啊！我之前没这样试过，是因为想打快玩玩啊，结果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厉害，连被撸了好几次，完全无法无伤。好了，我们要放这个奇怪的亚特兰提斯之心之泪，把它取下来啊 ，Quarterman， 干嘛啦？哦、oh, fuck， 又是这个东西，又是这个疯狂转轮跟。那是冰吗？那个是冰，对，那是冰，那个是冰，那是什么？有没有都是水、欸？ I think. Skulls, levers, got it. All right, you do this one on your own then. 关起来了，关起来我怎么回去？博士哎、欸，博士哎、欸，我有没有发现博士不见了？博士去哪里了？那管理有问题。你水面上的纹路倒做得很好啊！好了，不管了，枪丢掉了，大枪留着，留着干嘛？使用。哎，不对，因为是小力一点的，那边大力一点的，我不需要你的帮助，已经够恐怖了。啊！快跑！哼！我这种行为是标准的小偷行。
按一使用。马格南手枪，为什么骷髅头会发光啊？可以了，臭蚊子，帅气又聪明，小萝卜到你哦。然后这个环我也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不解，就是我为什么不能从下面那框框上滑过去，一定要等这个东西往上移才能走。哦天哪！拜托不要吧，又要玩这个光亮游戏，很累，你知道吗？我现在想说狗屁，我哥还没解锁到什么东西。哎、欸，嘿、欸，靠腰、啊！发什么事情？该转一大圈。玛雅金字塔，还虎啸、啊。我根本没点哦，他就转空中转一大圈，转超级长的，肯定有另外一块冰碎片。This coastline looks familiar. South America? Certainly looks like it. Guatemala, probably. 瓜地马拉吧，危地马拉什么东西？翻译又乱翻译。哈根博士，那颗心离开冷冻室。那美洲天真没有人。真的，让我复制一份。你要怎么复制啊？哦，原来博士帮我弄绳子哦，我们都不知道。对到通常都很危险。哼，我问我的不怎么明理的第三绝告诉我，他会把绳子弄掉，让我们把东西丢上去，他自己绕跑。This reminds me of the tale of the sunken. Later, Doc. First, let's get out of here. Told you. After you, m'lady. Good manners, McQuatermain. That heart's power must be something else.阴险家伙！我不相信酥油头男人。看吧，你他妈在干什么？看吧，这果然是坏人。And don't even think about reaching for your gun, or I will have to spread Fräulein Goodwin's blood all over these ancient walls. Hagen, 这他妈叛徒！请不要让我们久等，我们，你就一个人啊？你们在哪里？圣物扔给我。去捡吧你，不会碎掉吗？太遗憾，太感谢了。你也太刚好了吧。他们找不到我的。我们亲爱的大统帅知道我背叛德意志，但是多亏你，他死翘翘了。就是那个猛男啊。事实上，知道说我背叛的人都被你干掉了。其实往那方向看的话，真的很厉害啊！我们三个人把整个德军部队给消灭掉，这个不可能啊！这个。哈根大师。
像这一点我，像这一点的话，就有在那个印第安纳琼斯里面的那个什么法柜骑兵当中，我就看过那一幕而已。雪中送炭，又拿一拿去抢匪，谁呀、啊？有人来了，先装个拔了。这边离，我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我？你看到矮人了？呵，超强石壁，完全不怕。又打不到、啊，我打都很稳呢、欸，我子弹没有飘哦。哪一国人啊？不是哪一国枪啊？都打不到。为什么他打得到我，我打不到、啊？头好硬哦，那个谁乱丢手榴弹的、啊？你立了，给我滚出来！罗斯人，我认为我看到他了。哎、欸，我是个菜鸟吗？可他们？对对对，是个菜鸟。然后闭上你的嘴，射击好吗？我有耳鸣哎、欸，有本事过来，有本事打我啊，笨蛋！完了，最后子弹呢？神枪手爱德华，这武器枪打不到你。好吧，我错了，真的打不到，为什么？这就打到了吧？有了，哦，进入动画了，俄罗斯人。法西斯，你傻了、哦！跟着他们，狗娘养的。我刚干掉一整个 SS 排的人呢。你认为我搞无法搞定几个共产党员？俄罗斯人，真的是俄罗斯人。好，考古学家。你烧这个稿子呢？那讽刺。Come black。哦，这倒好帅、啊！雷德，我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主角是谁？不可能！红军上校名义向你保证。哈根大师，他会带我们离开这里。我知道你待会会带我们逃走，这么相信主角，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这句话翻译应该不是这样子吧？哦，为什么红军看起来好帅哦？靠腰的混蛋，一拳就把我打倒了！我被十几个手榴弹炸都没死，为什么现在一下就晕了？主角太烂了！哦哟，有矿山哎！哦，接下来很刺激哦，人类必须死，最坏情况下他真死快一点。我已经丢了文物，没了姑娘，输了战斗，人生失败族啊！仅有这些生命，失去一切的生命，就是毫无尊严的活着，就跟僵尸，就跟行尸走肉的人一样。Precious dead。他名作生物，你讲遗物。还有别的办法，嘿嘿，是什么呢？纳粹威胁我们，提醒我你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就是不是这野蛮人。
就凭你们这野蛮，别碰他。让我代替看地下王国的心脏地带吧。地下王国，苏联要搞反抗了吗？我们壮举，知道吗？我再问你一遍，是否认为这是是不是野蛮人的遗物、产物？你想活命的话，我最近把我的兵，跟我的兵把一切都招了。这女人在这一带可是稀罕物，这一带，她讲话都怪怪的。我晕了。我死，好痛。好痛。痛痛。他跟讲的话有什么问题啊？女人是这一代最稀有的产物。抱你蛋蛋，再来啊！又要被扁了。女人在这一代稀罕产物，她到底讲什么话啊？她脑子是不是跟不上时代啊？抱你蛋蛋，第二次，然后就晕了。呼啊！你们是美国特战部队哦。哎，你主角带是怎么下来的？我不是被绑着吗？哦，我是坐椅子上面的。那我到底该怎么？我刚是用什么把我打下来的？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看啊，这是我那把神奇砍刀，终极手电筒，而且薄的跟薄的只有一张纸，但是可以记录到所有的本记录本，还有神奇指南针跟两把烂枪，然后一下全拿到了。哎，家我不是这把枪啊。哦，对，刚才换过了。哎，这边有没有那个？哎，这里有，哪里？哦，没有，那门后面。这边吗？这里有电诶。我怎么过？告诉我。通电诶。这有开关吗？发电机啊。鸡哥哟。这蛮好玩的，这我这样感觉怪怪的，好像可以连发是不是？其实我真的不太懂，这种手枪能连发吗？这里有一扇被炸烂的地方，但好像是不能进去。指分罗盘指的前面有多少步可以拿？这边牢房只是摆好看的而已啊。没屁用，牢房。这边吗？这人实在不懂，宝物就放这么简单的地方，现在没看到。不是这里，也不是这边，哦，那边的门呢？这对不对？一个人看到我了，那就先下手一枪。这不对吧？我都开这么大声子弹了，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没有亮警铃？有个龙啊！哼，好道地的俄罗斯话、啊，感觉好像又重新再玩一次那个《决胜时刻二》哦。Mission Kublak。同志，同志，你干什么？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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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好说，同志，说话，同志，好好说话。他会爆弹。我刚讲什么东西？两发散弹枪。反正我这有些东西超没有用的，你要打远距的话，还用步枪打比较好。不要这么怕我嘛！我不咬你，让你爆头一样。选手雷什么意思？我刚才没手雷吧？还没有。
索米冲锋枪。哦，索米冲锋枪了。什么东西、啊？哎，被打到了。看哪里呀、啊？索米冲锋枪填装完毕，填装完毕。游戏当中我根本可以畅畅行无阻啊！我再把该杀点杀一下就可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一名超帅的考古学家开始在杀我们同伴。哦，呵呵，飞下去了。哎，怎么在我后面出现？我后面没人呢、啊。喂，哥哥，没人叫你不要游泳吗？而且躺在水池里面打我。宝物，捡宝物了！哦天哪，不要吧！这个最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跳！我不行，回来！我等那东西上浮起来，再跳这个。然后我先看那浮起来的时间。我好，再跳回来，上去，我再沉下去，好麻烦哦，这个。那边又浮起来了，超麻烦的、啊、这里，留了这么重齿轮给浮起来，这才让我觉得最诡异的事情。啊！最后准到点，注意脚下，死亡陷阱随时到处等着你哦。你载入准查点，进来了。主角刚才尿失禁完呢。住在抖屁，靠！喵的，被整了，这超烦的这里。他这每次潜起来、抛出来的时间都不一定。好，可以。看你啊！我是再一次，等拿到那个宝藏，就结束这次的影片。不甘示弱，失败乃成功之母。哦，现在好危险。快点，赶快浮起来！鸡巴 ！No！ 唉，这里一定有 bug， 这里一定有 bug 啊！不可能！这里浮起来也没样，都应该都是照时间浮的、啊。那我照自己意思，想浮就浮，想沉就沉的，那玩屁呀、啊！你看，又沉下去，喵的，那玩屁哦，这根本过不去啊！这个，这也没办法跳下去啊！你看跳下去就马上淹死了，那助手烂到不行、啊，连游泳都不会啊，跟吃阿泰尔一样啊！
一定要拿到那个东西，证明大家给我看的毅力。不行不行，我先回去检查，先回去重新看一下地形，看咋地形了。这不管怎么干，这不管怎么站都死定啊！这怎么站的、啊、这个？这时间点我都算过了。那下葬时间都没有一致的，这样。难道我可以打他啊？控制下降时间吗？也不是吧，这游戏没这么机车吧？赌一把啦！靠呗，还是不行，手都被去抓是吗？所以他会先扶起来之后呢，这边会再扶起来一个，我就跳上去踩，踩之后呢，这边会再扶起来这里，然后呢，这边面前会再扶起一个小桶子，我就跳上去踩上去，踩上去之后呢，这边会沉下去，然后沉下去。实际抓的不对，他扶起来的方式又不对。不行，我得好好研讨一下到底是怎么扶起来。先看一下我到底有没有捡到什么可以升级的，没有一个，一点都没有。这样我也不能直接过去啊，这稳死了。先过去也是稳戏啊，我这样跳跳跳，他都没有扶起来。他那个扶起来的话，都要两边才要同时扶才能跳上去啊。像他这样扶下去之后，这边就往下沉，我再上去也会等死。看，等死了，就换我下沉了，还是要等这批。这上面抖抖不停，我都不懂在干嘛。如果这一次再拿不到的话，就不拿了。哦耶！哦耶！拿到了，太好了！拿到是拿到了，重点就是我要怎么回去？我要怎么回去？过来简单，回去难。快出来！
快点 ！No！ 不！好，放弃，放弃，不见了，我放弃了啦！爽啦！老子放弃了，那个坑人啊，那个，这坑太大了，拜托，我要捡到啊，就跟掉下去的尸体一样啊！宁愿不要了，气死！打那捡毛哦，根本捡不到啊！什么烂枪，到处乱掉子弹。哦吼，够一哦，控制矿车的，我就不信他砍到连这也可以劈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搞很像印第安纳琼斯系统的东西了。就是拉杆杆，矿车来，我们坐，然后呢，在矿车上面进行开枪作战。嘿，看好，耶、yeah ！我们完全没办法躲。呜！而且我们子弹现在无限哦，无限子弹。呜！好刺激，好刺激！耶、yeah, ！爆炸全死光，哼，这么神，耶，宝贝。冲上啦、啊！秀了！摔死！不要不要让我这么刺激的情况下给我累个！要摔累的！哦耶！爆炸！哦耶！哦耶！我可以把肝给他，反正他快坏了，怎么能这样子？是我的肝呢、欸？不要，不要，不要那个！呜、哦、呜、哦，云霄飞车，爽啊！哦天啊，这超刺激的、啊，玩的就够啦、啊，我何必去花那个800多块去那个六福村，还哪里去玩那云霄飞车？你会丢，我也会丢了，谁怕谁？我这边还有。炸药，不惊唬啊！不惊唬，来啊！美国直棒投手，你不知道吗？丢拔啦！我是丢炸药，来啊！来啊！找 Lucky， 没有再捡，怎么样？拼命丢！谁叫你在放炸弹在我这边？简单好丢又好玩，随手可丢，杀人做环保。哼，再见。冲冲冲，向前冲！哎，我把枪放出来了。决胜时刻，好了，解决僵尸了，接下来找宝物吧。啊？啊？哪里啊？上面？李佳，我拿地图吗？靠呀，我没拿到地图。没捡到地图啊！我这冲太爽了，冲太爽了，这东西
这就一格呀，怎么一坨啊？生存之路，管我啊！我那时候捡到一格啊，不爽，不捡了。都捡到了，就一个淹死那个烂通道，那时间差太烦了。而且这个不是时间差，这都有问题。而且我几发子弹了，我烂手枪，有没有特别手枪给老捡？没有人在索米吗？给我索米，谢谢。毛瑟步枪不喜欢，毛瑟步枪不喜欢乘以二。我觉得一个就够了，而且花的是我的炸药呢。我要回去补充一下。游戏当中我们能投资的爆炸物只有两种。我没看到画面了，我会冲回去拿。好像是上面瘫掉了。对，上面好像炸通掉了。爽，爽，爽！哎，对，刚才是死人掉什么？哦，闪电枪！我靠，不是，是完全炸翻掉的通道。拿狙击枪啊！耶，宝贝！哦耶！那没怎么用啊。来啊，再来啊，有本事就来，我们干你，我们干你，来啊，好大就来，你不来我来，靠呀，好多毛瑟枪啊，毛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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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索米。僵尸来！僵尸来大乱斗！这怎么圆的？说明补充完了。小丑僵尸腰。哦，左多连环钩。僵尸帮我杀人，好爽！什么屁声啊！啪啪啪啪啪！烧狗食是不是？哦，好多蟑螂，去咬它。手枪还算靠谱了，打不了那么远。哎呦呦呦呦！你打怎么打了你？打怎么打？打你子孙带，打你子孙带。我这边谈论人生大事题，你竟然跑在请我的脑袋吃什么西瓜冰哦？我请你的脸吃，吃子弹，好吃吗？整整38子弹打在你脸上，那什么狗屁声音啊！靠，怎么有两只？三只哦，怎么这么多、哦？我不是才打两只出来，打一只出来而已吗？还乱的有啊！那谁来乱的呀？靠边，谁射我、啊？哎，还都没有，我错觉而已。欸、靠北边补回来，我再打几发在上面。好了，几连电都杀光了，剩下是解谜时间，解谜喽！这不用看了，我才解到一个人，能增加什么？哦，原来这边这样两个，哼！解谜小王子出发，我这么远这个田庄到子弹，我的手到底有多长啊？哦，二阶啊，一之三就是二一三而已嘛，小儿科问题。哦，这水很浅，不至于把我害，不至于把我淹死的，对吗？是吧？嗯。
要用手搬，我永远搬不完。谁叫你用手搬的？旁边不都桶子啊，北西。我就很怕，我捞水都会被掉下去。二一三嘛，就是二啊。为什么要这么奇怪倒水设计？啊！意思说我已经倒过了，我拿桶子都可以倒水了。哦，什么嘛？都是一般像一般的那种九块方格的啊，就是这里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五、六、七、八、九格那种。你按这边，这边旁边有两个、三个会亮，跟它一起亮。你要想办法让这九个都会亮，那样子，这简单道理了，哈。宝物，好，先它拿回来。我们 key 到位，敲门。我被 key 到位，敲门。好，出来要激战了，烦死了。带塞。我来啊，来就来啊。努力去！共产党金光色，我爱我的生活。又不是来啊，又不是来啊！看你往哪跑！欸、靠哟，我掉海里面去了。算了。直接冲啊！找死！呵呵，各位亲爱朋友，我们下一站即将抵达的是红军矿山基地，我们即将再度上前进行矿车大赛！耶、yeah! ！哇，弄我的戏啊！欸、没办法引爆，我都该打东西。请不要太苛持太多，我打没办法引爆，痛杀啦！我脸前不准，我的眼前不准有人。我都被爆啦哦！哎、欸，我下去了。木头的东西终究会烧起来，你知道吗？物理课没学好吗？你叫红军的。必须死！快装，快装，快装！装成快点啊，科特曼！坐矿车啊！把你打下来，再坐。呵，送，送啊，好爽！呜耶！瞬间装，瞬间关，不！哦，岩浆地带，好快！嚯嚯，感觉好像在玩六福村的苏丹王大冒险。摇摇晃晃，哦，铁钩，哦，刺激刺激哦，哇，好多铁钩、哦，这是魔兽世界那个吗？啊，臭蚊子，走开！啊 ，no， 大死人！哦，天哪、啊、天哪、啊！哇、哦，大死人，跟射屁啊，够了别啊！我要看风景说，烦死了，一气。哦，矿车、矿山，天哪！我现在真的在玩冒险游戏吗？还是说，哦，不对，这才是真正货真价实的冒险游戏，矿车大赛跑。哦，哎、欸，那个，不要那个，耶、yeah ！
哦，好了，目的地到喽。到了吗？我要继续冲。哦，要飞了，要飞了。他们只下令要，我没告诉他们说要停。哦，看超大这里，这个跟魔界一样啊，魔域嘛这里，什么火山国度的，超棒的啊。呜、飞起来了，宝到了，还流血了。科特曼，你太弱了。好了，我们醒来了。弱波主角，从我们从那边的轨道这样子咻，然后帅气的过来。我们到底怎么建？这边到底他们到底怎么建的、啊？哇，看到没有？这种情况下，超级神奇的。哎，好了，那么今天先时光到这边来了，那么我们的夺命冒险下次再见喽，各位朋友们，拜拜。这个系列我真的觉得可能会拍20几部影视，天哪、啊！